你最喜欢的旅行活动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旅行活动是什么？这里的夜景怎么样？这里的夜景怎么样？我可以借你的旅行指南吗？我可以借你的旅行指南吗？我可以购买当地特色商品吗？我可以购买当地特色商品吗？我们可以参加什么活动？我们可以参加什么活动？我和朋友可以去哪里玩？我和朋友可以去哪里玩？这里会有很多人吗？这里会有很多人吗？有什么纪念品可以带回家？有什么纪念品可以带回家？你会说汉语吗？你会说汉语吗？你有时间一起去旅游吗？你有时间一起去旅游吗？哪个景点最有名？哪个景点最有名？你觉得比萨斜塔有趣吗？你觉得比萨斜塔有趣吗？你想尝试意大利料理吗？你想尝试意大利料理吗？你打算坐飞机去日本吗？你打算坐飞机去日本吗？你想在海边度假吗？你想在海边度假吗？你想乘火车去泰国吗？你想乘火车去泰国吗？你有兴趣参观巴尔马大桥吗？你有兴趣参观巴尔马大桥吗？你想看一部泰国歌剧吗？你想看一部泰国歌剧吗？早起看日出很漂亮。早起看日出很漂亮。去参观寺庙吗？去参观寺庙吗？
我宁愿去海滩远足。我宁愿去海滩远足。在这里比较便宜吗？在这里比较便宜吗？我们可以去潜水。我们可以去潜水。一起出去野餐吧。一起出去野餐吧。你想去哪里登山？你想去哪里登山？我想买一些当地特色纪念品。我想买一些当地特色纪念品。你今天要去哪种景点？你今天要去哪种景点？我们可以到山上远足。我们可以到山上远足。你想去哪里旅行？你想去哪里旅行？这里有没有好吃的？这里有没有好吃的？你有哪些景点？你有哪些景点？这里的交通方便吗？这里的交通方便吗？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？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？有没有游玩的活动？有没有游玩的活动？这里的餐馆都是哪里的美食？这里的餐馆都是哪里的美食？你建议我去哪个地方？你建议我去哪个地方？这里有没有历史游览的地方？这里有没有历史游览的地方？这里的景点有哪些？这里的景点有哪些？有没有游泳池可以游泳？有没有游泳池可以游泳？有多少商店可以逛？有多少商店可以逛？你有哪些旅游路线给我参考？
你有哪些旅游路线给我参考？有什么新的地方你建议我去？有什么新的地方你建议我去？想要买礼物怎么办？想要买礼物怎么办？有没有传统活动可以参加？有没有传统活动可以参加？这里有什么自然风景可以看？这里有什么自然风景可以看？这里有什么最受欢迎的景点？这里有什么最受欢迎的景点？你有没有一些好的餐厅推荐？你有没有一些好的餐厅推荐？有没有新的景点可以去？有没有新的景点可以去？你建议我去参观些什么？你建议我去参观些什么？有什么值得购买的？有什么值得购买的？这里可以租一辆自行车吗？这里可以租一辆自行车吗？去附近的海滩怎么走？去附近的海滩怎么走？这里我可以参加什么活动？这里我可以参加什么活动？能推荐一些特色咖啡馆吗？能推荐一些特色咖啡馆吗？有哪些免费景点可以参观？有哪些免费景点可以参观？有什么体验本地特色的方式？有什么体验本地特色的方式？有什么娱乐活动可以参加？有什么娱乐活动可以参加？有哪些古老的建筑可以参观？有哪些古老的建筑可以参观？这里有什么购物中心可以逛？这里有什么购物中心可以逛？当地有什么美食可以品尝？当地有什么美食可以品尝？
有什么温泉可以游泳？有什么温泉可以游泳？有什么运动项目可以尝试？有什么运动项目可以尝试？在周边有什么新建的建筑？在周边有什么新建的建筑？有什么体验本地节日的方式？有什么体验本地节日的方式？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旅行？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旅行？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多待几天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多待几天。我们该往哪儿去？我们该往哪儿去？今天我们可以去哪里旅行？今天我们可以去哪里旅行？我想去看看海滩。我想去看看海滩。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到这里？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到这里？我能买到好机票吗？我能买到好机票吗？你有提前预订旅馆吗？你有提前预订旅馆吗？我们能参观什么？我们能参观什么？这是什么景观？这是什么景观？你带了多少行李？你带了多少行李？哪里有安全的住处？哪里有安全的住处？旅游旅行支出有多少？旅游旅行支出有多少？你今天的行程是什么？你今天的行程是什么？你知道今天晚上能参观什么吗？你知道今天晚上能参观什么吗？这里有山洞或洞穴吗？这里有山洞或洞穴吗？
你们计划在这里停留多久？你们计划在这里停留多久？我们去哪里参观风景？我们去哪里参观风景？我究竟该朝哪个方向走？我究竟该朝哪个方向走？你说那里的沙滩如何？你说那里的沙滩如何？我们去那里能看到什么？我们去那里能看到什么？我这次旅行有多长时间？我这次旅行有多长时间？你有什么有趣的建议？你有什么有趣的建议？你介意我带上一位朋友吗？你介意我带上一位朋友吗？你有什么旅游建议？你有什么旅游建议？购物店周围有什么好吃的？购物店周围有什么好吃的？你有什么有趣的照片要分享吗？你有什么有趣的照片要分享吗？你的朋友都去哪旅行了？你的朋友都去哪旅行了？你最喜欢去哪里旅行？你最喜欢去哪里旅行？那里有什么故事？那里有什么故事？最近去旅行时，你学到了什么？最近去旅行时，你学到了什么？你计划要去哪儿旅行？你计划要去哪儿旅行？你认为谁的建议最好？你认为谁的建议最好？附近有免费游览景点吗？附近有免费游览景点吗？